今天是我16岁的生日。回过头看这两年，连妈妈都认为我改变了许多。中二的我是那么的狂妄自大、天真浪漫。那时的我每时每刻都在幻想如何拯救这个世界。现在的我已懂得脚踏实地的道理。哎呀，无聊死了，每天都是读书读书读书，这是什么人生啊？人啊，总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乱丢垃圾，这个地球才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的。现在的人啊，一点环保意识都没有，公德心什么都一早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。那些大人们啊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每天只知道开没有意义的会议。如果做环保局长的话，你现在已经有多了不起，还不行要是我生的。哎，你错嘛，要当环保局长我大人们一点用都没有啦。怎么可以这样，你这样侵犯我隐私权。你才几岁就跟我讲什么隐私，还没有隐私耶。还顶，快给我们上台去，下午几点了？才几岁就跟我顶嘴。哎，大陆真是自以为是的，大宝，昨天有没有看大寒镜啊？有啊有啊，又频道八点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很精彩哦。哎、欸，大伯不好！你昨天有没有看 Super Idol 啊？当然有啊，我以后变本地上最有名的 Super Idol。哈，你这种货色能当 Super Idol， 那我就是刘德华啦！哈，你们两个死白痴，一个要当刘德华，还有一个要当 Super Idol， 脑袋都破光光了，当环保局长最实在啊！走，我们表姐家。亲，不了不起，那人是大佬，不能再谈一些无聊的话。亲，你不了不起的，我不过一个人就在那里，天天要命，十八年不再任性，我好办，我不了不起你。哎，羡慕啊，羡慕你好啦。哎，怎么样？通过我们这个游戏，开好吧？这个玩游戏，两天就闯关成功了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当然啦，如果让我参与这个游戏制作，那个游戏就放肆了。真的吗？这么有信心？当然啦，组长，我不是掌握一点技巧，我觉得我一定比他们写好。厉害，会第一期啊。哎。这不是我小时候玩的玩偶吗？我不是拔人了吗？怎么妈妈里的日记本里还有我的名字，还有我的照片？这些照片我不是扔掉了吗？怎么了？神机车呀，以前。你也长大了吧？
应该算懂事了吧？我没有话对你说，以免你嫌我啰嗦。当我真正意识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生活的一点一滴像一片片的拼图，需要细心的去收集，仔细的去拼砌。自己说一声对不起。曾经还说要用这双手改变世界，现在发现想抓紧巴士的扶手都很难站稳。往日的一切将永远铭记在心。人总有一天会变得成熟，道路虽然漫长，只要踏踏实实地走下去，就能给自己的记忆留下一首铭刻时间的歌。